今天人超级多，我们选在暑假的假日。我刚刚在车上的时候，我就跟我老公说，今天是暑假又是假日，我觉得是疯了，疯了才会选这种时间。刚才我跟他在动物园，你看那里可以玩水，那里有一个水厂，然后呢？那有一个水厂可以玩水。你开心吗？期待吗？兴奋吗？在找在哪里？来吧。在换票的地方，赶快够吧！那跟大家拜拜。六，然后 Ryan 跟我现在要去吃早餐，我们要去吃麦当劳，因为他说想吃麦当劳，他最近非常的迷恋。来，你过来给大家看，他最近非常的迷恋看什么？你跟大家讲，你最近喜欢看什么？电视？不是啦，就是吃东西怎么样？嘎嘎嘎嘎嘎，吃东西嘎嘎嘎嘎嘎，是不是？那你看到他们吃什么东西嘎嘎嘎？含到巧克力。还有嘞？还有吃什么？那个超好笑的。哪一个？他最近很喜欢 ASMR 类的影片，然后早上起来都会跟我说他想要看 ASMR 的影片。大家，我做完指甲了，然后现在要走路去吃 Taco House。这边走过去好像差不多10分钟左右吧。好，反正呢，我现在就是要走去，然后因为现在巷子里，所以没什么人看我，我就可以很轻松自在的路。就这边会经过我都是一些妈妈们，他们应该就是也见过很多奇怪的年轻人，他们也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吧？我猜。好，现在去吃 Taco House。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，就网友跟我说，他觉得他也吃不饱，我就觉得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。然后现在比较麻烦的事情是，我的手机已经快要没电了，好像剩不到10%，我怕我等一下没电，然后叫不到车子回家，然后就必须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坐车，因为新竹的计程车跟台北不太一样，是新竹计程车不会在路上跑，都是定点的，所以你要在它定点休息的地方才会坐得到车子。这个时间的新竹市区都没有什么人，真的超荒凉的。嗨，大家，我们今天要去和平岛公园。起床，然后昨天我们出去玩，但是因为太热了，所以我中暑。今天早上就好不舒服，好不舒服，一直到睡到刚刚，然后才起来。现在其实已经接近中午的时间了。我想说，今天我要来去买一点菜，然后可以自己做一些东西吃。那另外呢，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我要把家里收拾一下，因为上个月我很忙很忙，所以我几乎都没有整理家里。那再加上在更前面一点点的时候，我生病了快3个礼拜躺着嘛，所以整个家里就呈现一个非常疯狂的状态。我老公他又要工作，又要照顾小孩，然后又要顾家里，其实真的没有办法。那对，所以我就是今天要来把这个被我摧毁很久的家里就整理好来。
台北工作了，然后我要赶快赶八分的车子，有一点点赶。我到餐厅了，一把还没到，然后我要先进去，因为已经十二点了，我约十二点钟。我们吃的是这家风华小馆，是一个老餐厅，很好吃。嗨，现在等大家来，然后这边的菜因为非常好吃，之前跟阿姨他们吃过一次，然后觉得非常好，尤其是糖，因为我个人热爱喝糖，然后觉得他们糖非常的好喝。好，那现在就等他们来，现在时间是大约十二点，现在十二点零四，大家都知道。好。现在就等大家来，然后就吃饭。今天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就要去开会。我刚刚把开会的资料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样好。那就等大家来吧。嗨，大家，我开完会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我就要准备回家。刚下超级大的雨，也是疯狂大的雨。对，然后我现在要回家了，回家找我儿子，因为他现在还是在生病，就是不舒服，所以我现在赶快回去看他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今天的行程差不多就是这样，然后回去就是很日常的吃饭什么的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啦。包很好看，裤子很好看。嗨，我们现在要来吃晚餐。我们今天晚上吃猪肚锅。我跟雪海，然后这边现在打电话。然后刚到他工作室呢，去把衣服换上，就是跟他订的衣服。好，超多人的。我们今天吃这个猪肚锅、胡椒锅。嗯，好 ，Go。最喜欢现在的新竹，就是其实我很喜欢这个风，虽然说会让我看起来很像萧伯，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风，我觉得吹起来非常舒服。好，我等大家走，我再开始录 vlog， 因为太久没录，真的好紧张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要赶快下去坐车。今天计程车比较少，不过我应该还是坐得到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家吧。给大家看我今天吃的东西，我今天吃。鲑鱼生鱼片跟这个蛤蜊，然后还有茶碗蒸味噌汤，我是不是吃了点多啊？然后我老公吃摩斯，噔，好，我们来吃饭。